拥有公民投票这项权利是民主国家才有办法办到的事情。有公民投票是民，有公民投票的权利是民主国家才有办法办到的事情。那台湾公民投票，有公民投票是一件非，有公民投票，有公民投票是，有公民投票，有公民投票是民主国家非，有公民投票是民主国家。What the heck?